传统上的天赤寿丁秋节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纪念，不过现在男性麦当投身安尼的世界对角，今年开办的红阿衫课程为主题，唔呐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印象，嘛促进性别平等的理念。北疆今煞不再是女性的权利，传统上天赤寿丁传统工艺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纪念，甲女性家庭角色甲社会希望密切牵连。不过随着性别角色个时代不断转变，愈来愈侪男性嘛参与其中。这次的学员有六位是男性，所以代表其实爱好娃娃，而且这个非真走线不是女生的专利这件事情，的确在我们这次的班级上面，我们看到了成效。泰山区就表示红阿衫的课程为今年的主题，不仅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印象，也促进性别平等的观念。不论性别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去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技能。看到很多同学也是第一次来啊，他们学习也是比我好了很多啊，我不会的是会问他们啊，他们都会教我穿针引线，这个算是精细动作，那大哥也可以产出自己的作品，这个真的很棒。而且我们这里面还有夫妻档嘛，对不对？那夫妻同心协力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爱好的手工艺品，然后真的这个也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。课程生活当中，男性也投身在设计加天赤寿丁丁，这座让人非常惊喜的作品，会当看到介芭比娃娃，嘛唔是查某囡仔的权利。欢迎民众会当来到泰山娃娃产业文化馆，做会观赏创作艺术家以及优秀学员带来独一无二的作品。记者胡宇轩，泰山报道。